看电影啊，怎么去唱歌呢？人家讲，你是大师兄，就应该像个师兄的样子，我们师兄应该怎么样？讲大道理，装。我觉得我喜欢唱歌，我喜欢歌，我喜欢这些东西。至少在我还到八十岁的时候，我没后悔，我曾经热衷，我曾经闹腾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所以别人怎么看，没什么感觉。